身玩的，我就帮你，帮你运营了，我输的。你一发好友圈，全部人都要炸了。他连醒酒器都不给我，看我都有点想发微博了，但是我一定要按下去。抱歉。你们俩互加微信了吗？没有。我限定你在几天之内一定发给我。好。而且跟他很熟，他演技不行，他演技不行，我扣你分头。说话吧。巴拉巴拉小魔仙，用白老鹰的一起播。巴拉巴拉。啊，先，那个阿姨您先走，您先走。顾海，你是属于那个比较死皮赖脸连上去的那种。昨天白纸黑字儿毁约金1000万。没事，靠无所谓的墙布不脏呀、啊。你刚靠过。你干嘛？这个怎么走了？让他走吧。他不回来了，干嘛去了他呀？这样也好。哎，不是，你让他回去。回来。没有踩的。一路上有你，苦与甜也愿意，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。一路上有你，痛一点也愿意，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。来啦。道具，什么道具啊？白乐音，干嘛？钉子。白乐音，干嘛？钉子啊。白乐音，干嘛？这是什么呢？你猜啊。我先闪不闪？你看我先闪不闪？闪不闪？你是顾海吗？你是顾海吗？我是顾海。哦，白乐音，干嘛？你是什么乐乐音？改革春风吹进门。白乐音，啊，你球掉了，给我捡一下。顾海喝多了吧？我给白乐音捡球去。谢谢你啊。别客气，你瞅瞅你，我干你了，包子。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，
我也没见过你，你怎么让我道歉？你买没有？我们赶紧修修吧，就是要修修的嘛。大爷，你大爷，你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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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爷。我就拧脸怎么了？你再扭脸一下试试，我就拧了，怎么的吧？有没有脾气？我就拧你脸怎么了？啊？没事，你过来来来，来，爽不爽？我自己拧，来来，舒服舒服。就是让你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哪场戏？最深的一场就是在大排档里边，我和顾海喝多了，然后我撒酒疯，和他比谁个儿大。你觉得你的性格跟白洛因像吗？我就是白洛因啊。哼。所以你买这个包的那个。意义何在呢？白洛因会用这种包吗？那白洛因和顾海谁更攻？白洛因吗？第二遍开头就我来唱第一句，一二一二一二，就没有第二遍，就唱一遍，唱两遍，现在就唱了一遍。我们后面唱两遍，后面怎么唱两遍？他这个到高潮结束了，你再翻过来唱不再翻掉了？再唱第一遍啊？再翻过来唱不掉了？你知道吗？爱你并不容易，还需要很多勇气。你要洗吧？不是，你这衣服不明白。爱你并不容易，还需要很多勇气。是天意吧？好多话。听说唾液也会传播是吧？到位了。不是我一扑上去之后，我就想亲了，不想说话。到时候，我已经放弃抵抗了。啊，别！不要！你这就是要的表现。我说这个白洛因特别特别享受我。你明显走心了，你太羞了。走心还不好、啊？你是不是走心了？看我眼神不能这样，真的，你眼神是这样，真的，你不眼神，我没这么看你。你想多了吧？他看你眼神很正常。其实是你心里有鬼。我心里其实有鬼。搂锁骨，推肩膀。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。开始了啊！别害羞啊！就一上来你就已经是那种情绪状态里了，你一定要歇斯底里放出来。完了呢，前面你就。在这个歇斯底里面，那小龙那几个层次呢说的特别好啊，小龙那老师那几个层次你要把它做放进去，然后呢到了说，哎，这个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哎，这时候你转变，哎，顾寒，你上头了吗？你混蛋，你上头了吗？你混蛋，我还没开始混蛋呢，你混蛋蛋，这样混一会儿，啊，哦，是哇，你怎么每次都弄疼我？哪里疼？找个你喜欢的位置。干嘛呢？英子，哎，你干嘛？有我呢。你别吹啊！吹到我了！哎呀！你看看多开心！我很清楚在干什么。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为什么那么久没见了，我向你还不反抗？因为夫妻小别嘛。
我觉得应该你比我还急，我比你强，把你摁倒之后，你应该，你觉得应该我来这事，你把我扑下去，你像。我什么时候该醒了？你别说话行吗？我该什么时候醒？你别，你不用。就是他会给我一种很想保护，然后很想爱护，很想疼他的感觉，是这样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你知道吗？爱你并不难。我听到了。亲到了，他亲到你了吗？你还需要很多勇气，是天意吧？好多话说不出去，就是怕你负担不起。你相信吗？这一生遇见这基本不能完事了，没有其他。哎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已经开始了，已经不走动了。导演，看我现在在默默的自己笑吗？喊联赛的名字。联赛！哎呦我操！操你！你是外星人吗？你这个焦点的。焦点去了。哎呦，我叫你来帮我的，你来害我了吗？我当然是。没见过这么丑的构图。你是精神病。你说他那么长的腿毛还跟我抢衣服干，屁股你别踹我，我操，进我进毛软上去，你把你脚太冷，有痒，动手了是吧，小子？是给我俩动手了，疼不疼？掉了，掉了！好硬！这个像不像你妈？哦对，你这样先掉。我这边头就烦了。那你没事放呗，这么放。啊，可以可以。是上辈子我欠你的，是天意吧，让我爱上你，才又让你离我而去。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，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，在风雨里飘来飘去，都是为你。一路上有你，苦一点也愿意，就算是为暖和，暖宝宝。一路上有你，还没感觉到，等会儿。你脚反应那么慢了。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，来，再来，买一送一。暖宝宝热吗？
快点快点，手机给我，快点！哎，你哥没来吗？谁？你管谁呢？爷爷管我的腿，腿要锯掉了。怎么办呢？大汉他腿壮不壮？啊？壮不壮？啊？小腿壮不壮？啊，小腿硬不硬？啊，苦一点也愿意，就算是为了分你与我相遇。一路上有你，痛一点也愿意，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。怎么样？再高也吃不到吧？不行不行！哎呀，拉我一把！行，拉我一把！你拉住我有没有诚意啊？见不见？装死是吧？傻呀你！你说谁傻？说你说谁傻？鲸鱼哥哥，你甭管里头。我真的哭了，怎么办？开个玩笑。不，你就是哭了，我看见了。嗯，就哭了，眼泪出来了呀。怎么办？我也吃不下去，太感人了，我的海音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六万个独立。我操，真的海音。你就这样出现，奇怪的东西钻了过来，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，情不自已。可是你偏又这样，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的消失。把我的包包反过来打第二就是什么？你爸是不是要跟周雪一起过的？来两边来。来了来了，好了，拍了。哎呀，跳跳落入我！你们俩能不能不要那么激烈？还是后路？我跟你讲，太激烈容易折。这段都拉小龙老师，刚才你的点评可能都会到谁吧？小龙。深深的脑海里。
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。你不应该笑，你应该你弄了我哦，哎呀，特别阳招啊，你别弄我这里，你就直接把我干不是扑倒。其实我想上你，我做梦都想。没人补，没节操，全都掉地上。你节操呢？老师，我的鞋在下面。你看，别人踩这么高，就这点小地之长。人老师踩下怎么样？人老师踩是给你面子，知道吗？哎，不说了，说多了都是泪。哇，你开始打我，这能拍着？对，你跟他比一下，正脸对正脸，要正脸对正脸。一头，过来，正脸对正脸，来。从这边看，他比你高。是你太矮了，你把那弄的。断了，公斤级，一定冠军是混合组冠军，无差冠军。我是从82.3打了冠军之后才能参加无差比赛。我很清楚在做什么。来，请开过来。来，老师，这个不像你三角形。来，给我老师帮忙。啊！哎，我操！你把他搞哪儿了？二楼。你睡哪儿？这叫技术。啊！这个志不志气？这志气是吧？自己特别是自己扛自己上自己，对，自己上。这块肌肉越大的人，志气越快。那我就死了。对呀。这卡。哎呦！怎么了，媳妇儿？说啥呢？在说什么？啊？他们说我辛苦，辛苦。那我为啥辛苦？都苦，大家都苦。你苦什么天？我背着你，你苦。你苦什么天？我干你。我干你，我多累。到时候等着啊，别摸大腿。能不能轻点对？对啊。你能不能轻点对他？动不动打他一下，你还有完没完？你在所有人面前说要疼他的，我听到了，所有人都听到了。信不信我打你？我操你啊！干啥？你能不能行？叫你来就来，好断。哈，睡好了，睡觉。嗯。这大鸡胸脯啊，5块钱一斤。我们有点正经的了。
你俩每天都在房间里干嘛？睡觉。睡觉。就是聊天啊什么的。睡觉。睡觉是个动词，对，睡觉是个名词。睡觉是个事儿，睡觉是个事儿。睡觉舒服吗？是个什么事儿？太舒服了。是个什么事儿呢？上瘾啦！笑啥？真可爱。嗯。